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呢个排位超人嘅环节啦。咁啊，呢个环节入边咧，梗系同大家介绍下咧啊，嚟紧嗰个星期日赛事啦。虽然我冇直播吓，不过咧都同大家讲翻咧啊，边啲骑练合作无啦啦变多咧，梗有配货嘅，即系咩啊？诶，猪头骨入边有啲正头正路嘅马未必赢，但系冷门咧就好似姚本辉嗰啲马咁啊，啱啱咧或者方仔银骏嗰啲啊。比得何澤瑤未必是靚檔有實力嗰啲成日近嘅嘛，可能是你不是好懷疑的，反而有機會嘅嚇。未講之前記住啦，未訂閱呢個頻道朋友，右下角呢個位置都見到粒四星龍珠啦，撳落去開埋實心鐘仔咧，有新片咧即刻通知大家。咁啊記得下載埋堅仔賽馬 app 啦，咁有新片同埋記錄到嘅時候，你都可以知道咧邊啲馬咧係應該要睇嘅嘛。咁可以睇翻咧練馬師榜嗰度。揾邊個騎師多啲？希斯啊，個個都用嘅嚇，唔會側重喺潘頓，費事佢玩嘢啊嘛。咁尤達榮繼續啦，喺啲低班馬嗰度啊周旋緊啦。咁沈集成咧，最近都揾多咗潘明輝嘅嚇，因為最近啲 win 咧都有佢份嘅。咁啊睇下旺旺神區又會唔會漏集咯嚇？大漏集嗰次係佢嚟噶嘛。咁但係冇話揾得佢特別多嘅。咁你一路碌落去嘅時候咧，你會發現蘇偉賢咧就揾咗楊明倫騎三隻啦，咁都冇乜特別嘅。咁啊，唯獨是咧布文咧啊，最近因為都係同方仔合作愉快嚇，咁所以咧都係會揾佢哋多啲啦。咁但係啊，都啲雙影紅如果因為咁樣偏熱咧，喺馬迷早晨同大家講過噶啦，咁啊小心啲咯。咁啊巴道咧最近比較少人揾佢嘅，咁所以咧，何然肯揾佢三隻，唔揾潘頓咧，咁你都要留意多啲噶啦。啊，九尾狐當然冇乜機會啦，咁但係金陽飛區啊、海船幸運呢啲比較新啲嘅咧，係咪要留意一下咧？咁啊，高東尼繼續揾翻咧呢個艾杜拿，都係佢啲冷殺手嚟噶，咁都要留意咯。咁啊，其實咧。嚟緊嗰個賽日咧，就冇話邊個騎練咧特別合作得多嘅，咁啊唯獨是咧啊布文嗰啲熱門啊小心啲啊，啊楊明倫嗰啲冷門可以留意一下等等，咁其他嗰啲騎師咧其實冇話側重話幫邊個馬房騎嘅，咁呢個咧大家都可以即係細心喺嗰個騎練表度留意一下，有時我哋睇馬咧啊都要睇睇嗰個騎練合作㗎嚇。好啦，咁啊今次咧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，咁一陣咧仲會有呢個瞬間看獨贏啦，同埋谷田小將等等嗰啲環節啊。咁啊馬迷早晨就完咗啦，五間馬經咧一聽日再俾大家再睇，我哋晏啲再見，拜拜。